想创业从事网络销售工作吗？网络行销达人刘乃霸将告诉你入门重点及实务解析。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是完全公开的哦，在台湾如果我们知道客户的 LINE， 这是非常好用的行销工具哦。影片的重点呢，是能去销售你自己想推广的产品。 IG 它的排版，你要先用好看的图片，很多人追踪他们的讯息而去安装 Telegram 哦。10月5日下午3点，敬请锁定华视频道新著名网上学。